过两年都要三年了，竟然还穿一样的衣服，跟一样的人出现在一样的地方了。这次没有办法，拜托你们一个36，这个是差一轮。我一定要跟他们两个演戏吗？他帮你对戏。你上次早安晚安都自己演自己哭啊。我自己录的也是自己哭啊。哪一段？在饭店里面的啊。早安晚安你要哭吗？我没有哭啊。不然帮我对一下啊。你拿两座了。不是啊。I'm back。I'm back。过两年都要三年了，竟然还穿一样的衣服，跟一样的人出现在一样的地方了。这次没有办法，年纪都增长了一些了。对，另外两位还没有。拜托你们一个36，这个是差一轮。我一定要跟他们两个演戏吗？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很熟悉，但又没有那么熟悉。他帮你对戏。你上次早安晚安都自己演自己哭。我自己录的也是自己哭啊。哪一段？在饭店里面的啊。早安晚安你要哭吗？我没有哭啊。不然帮我对一下啊。你拿两座了。不是啊。电影版的内容，我觉得其实是想要回馈众多喜爱的粉丝们，所以。但是你没有看过剧版，也还是可以看。也是可以看，对。它同时又是一个比较独立出来的故事。没错，所以希望你们看了之后会喜欢，或是想要回去看原本的电视剧。小班啊，小班啊。